哎，到年底了，别的不敢说，最后一搏、怎么着？干好了以后叫我张总，咱们迪拜见；干不好叫我张某，咱们法治进行实践。怎么那么瘆得慌啊？你这起势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就这么着了，对吧？咱也得努力，咱得凭什么人家就掌声热烈，哇，呐喊此起彼伏的呀？啊，到咱这儿很安静啊，对不对？不是。这是大伙儿怜悯，这咱知道啊，就是小鲜肉红，这了不起，这咱能明白。不是不，你呀、这么着啊，你说清楚了，要不你法治进行实践，头天我们给你在这儿鼓的掌，这个受不了，我们这担不起这责任。